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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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教长慈悲，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听众，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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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应邀我们明光佛缘所这一起史教佛学影，这一起主题都是净土的内容，这一起的主题是趋向净土关键密码。我看到这个主题就觉得也很相应，也很就这个主题谈一谈。不过我们主办单位希望我另立一个题目，并且谈谈有关这个念佛三昧的方面啊，所以我就稍微有关这两面做一个准备，就我所理解的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就趋向净土关键密码，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哪一位同学所定的。如果以趋向两个字来讲的话，是属于大圣的精神，也就是回向、回转、趋向，所以叫做回向。净土一般的概念是有弥陀净土、有弥勒净土、有药师佛的净土，还有这个灵山净土，乃至阿处佛的净土或唯心净土。不过一般谈到净土的话呢，都是指向极乐净土啊，也就是以极乐净土代表整个净土。至于去入或进入极乐净土的这个关键的密码的话，当然它只有一个，唯一无二，也无所谓关键不关键，就是专称弥陀佛名。这一句弥陀的名号也是他的声音，是他进入极乐世界唯一正确的密码。这个时代讲密码，因为是科技时代，很多利用电子的科技，要进入这个大厦的大门要有密码，不然不能通关，乃至进入电梯要密码，要进入房间也要密码，我们的这个金融卡要密码，存折要密码，就像保险箱很贵重都需要密码，我们的电脑手机更需要密码。这个密码呢，现在发展到不需要文字，不
不需要符号，我们的脸就是密码。像我们出国到了飞机场，出海关有直接通关，只要以我们的脸对着镜子目标，自然就能够通关，我们的脸就是密码。如果以香港要进入大陆，以前是一张卡通关，现在不用，手伸出去就能够通关，所以手掌的指纹就是密码。从结论上来讲，只要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绝对100%能够进入极乐世界。刚刚讲有关这个回向，是大圣的这个精神啊。大圣呢，有分这个圣道门跟净土门。圣道门是指我们中国八大宗派之外的，除了净土宗之外的其他各宗各派，也就是天台华严、三论唯识、禅宗、密宗、律宗，都属于圣道门。那么净土宗，它呢属于净土门。不管是圣道门、净土门，都是以利益众生、度脱众生为根本目的，为终极目标。以佛教来讲，佛陀一开始说法就是四圣谛，大家熟悉的苦集灭道，苦摆在最先，不是因为佛教喜欢苦，而是要众生体认苦的事实本质，而寻求解脱苦、离开苦、获得离苦得乐，因此苦摆在第一位。那么追究苦的原因，就是由于有无明，无明引起贪嗔痴，所以招感六道轮回之苦，所以要脱离这个苦，必须先断它的因。要能够断得了因的话，就能够离苦，而进入这个灭苦的境界。苦集灭道，这个灭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灭除了贪嗔痴无明，不再生死轮回，同时生命永恒存在，不再消失，同时获得了大乐，离开了世间的苦跟乐，就是大乐。涅槃的本性没有苦也没有乐，所以涅槃就是大乐，成佛就是涅槃。出世间出世间的这个乐，成佛之乐是最大之乐，叫做涅槃之乐。要达到这个涅槃，必须要修道，苦集灭道的道。道有解脱道跟菩萨道。解脱生死轮回的大苦。解脱道固然以解脱为目的，那菩萨道呢，也是以解脱为目的。这两者不同的在于，解脱道是个人的解脱，那菩萨道呢，是帮助大众，乃至带领大众，乃至度脱大众，共同解脱，所以叫做菩萨道。那不管解脱道也好，菩萨道也好，它呢，以短期目标来讲，同样都是解脱；以长期目标来讲，就是成佛广度众生。当然，解脱道的话呢，它是个人解脱，就谈不上广度众生。
那么解脱道是以出离心，出离心为这个核心啊。那么菩萨道呢，是以菩提心为核心。不过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菩提心，也必须以出离心为基础。如果没有出离心，就没有佛法。所以不管出家众、在家众，他学佛没有菩提心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学佛。所以出离心就是菩提心的基础。菩提心就是菩萨道、菩萨行的基础。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解脱道啊，而谈这个菩提心、菩萨行，那等同空中楼阁一样，因为它没有基础。由这一点来讲，就晓得必须自己能够解脱，才能够带领大众解脱。好像自己先能够离开苦海，才能够广度苦海的众生。自己在苦海之中都没办法离岸解脱，需要人家来救生员来救度的，何况自己能够救度他人呢？那么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必须先有出离心的这个发心，完成解脱道的这个基础，才谈得上菩提心、菩萨道，否则都是空中楼阁的。那么为了救度众生，必须要广修三学六度万行，然后呢，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众生，述给众生。因为所谓菩萨道就是以人为念，舍己利人，也就是以众生的苦乐为自己的苦乐，为了使众生离苦得乐，再怎么样的牺牲自己也多在所不惜，不惜。而且呢，更要抓紧机会，这个就是菩萨道的这个精神，也就是菩提心的这个展现。所以回向、回转去向是很重要的。以圣道门来讲，这个回向呢有三种，所谓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实际，这三种。第一种回向菩提，是就因跟果相对来讲的，因地的广修六度万行以广修六度万行为因，而目的就是要达到完成菩提，就成佛为果那么这个菩提心目的就是要利益众生，因此呢必须要回向众生。回向众生就是自他相对，以自己所修来利益他人，为了他人可以牺牲自己就像这个华严经，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就说，诸佛皆以大悲为体，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也就是诸佛菩萨都要有这个大悲，而且以大悲为他的生命
本质。那么大悲的对象是谁？就是一切众生，以一切轮回受苦的众生啊为目标而起这个大悲。有了这个大悲呢，才会发起这个菩提心啊，度脱一些众生的菩提心。也因为有菩提心完成了菩萨道，才能够成等正觉，才能够成佛。所以这个回向菩提回向众生是一体的两面。再来回向实际，这是事理相对，事相跟理性相对的。事相就是所做的慈悲喜舍也好，四摄也好，四弘誓愿六度万行也好，都不能有执着，都不能有我跟对方的这个对待，就是泯三心空四相的意思。就像《金刚经》所讲的，菩萨应生清净心，应无所住生其心，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所修必须回向实际，实际呢就是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就是空性，般若空性啊。因为有利益众生，又没有我执、没有法执，这样才能够成佛。这个是属于圣道门啊。那么圣道门呢，它水的法门是六度万行，经过的时间啊，以这个菩萨璎珞经来讲，要经过呢三大阿僧祇劫啊，所经过的阶位呢就是52个阶位，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进入初地，到达实地，进入等觉，又进入妙觉，那个时候才成佛。所以圣道门的这个定义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然后在这个世界呢生生世世的这个修行啊，经过一定的这个期间才能到达目的。那么这个圣道门，这个菩提心菩萨道啊，对我们来讲是容易还是困难的呢？是困难的啊。所谓菩提心菩萨道，它有一个定义啊，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舍能舍。因此我们在经典上，尤其是佛陀的本生谈，常常能够看到佛陀为了行菩萨道，完成这个正等正觉，无量劫以来都是以手足头目脑髓啊来布施给众生，舍家弃国啊，是有这样的发心，还有这样的行持。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行持做不到，那表示他这个心呢是不是真的菩提心啊？即使发这个心呢也是没有力量的，脆弱的啊。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学佛的大部分呢都学圣道门啊，学圣道门。
那僧道们肯定最根本的就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我们想一想，这个社会上贫穷困苦的人多不多？非常的多。那么因病而苦的人也不少啊。可是呢，我们有没有去行菩萨道？几乎没有。譬如说，有一些人病人，他很需要肝脏、肾脏、骨髓、眼角膜啊，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几乎无动于衷，我们并没有抓紧这个机会去行这个菩萨道，去捐献这个眼角膜或者是肝脏、肾脏啊，有没有？很少啊，很少。那表示我们这个菩提心不真，所以不能行菩萨道，难舍不能舍，难行不能行，难忍不能忍啊。现在是科技时代，我们去捐这个器官啊，几乎也不怎么痛苦啊，可是我们也没有做到。还有论这个贫穷啊或饥寒来讲，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这一种众生啊，这一种人。可是呢，我们如果存折里面还有很高的存款啊，那表示我们也没有布施的心啊，对不对？那么现在无客没有房子住的人很多，都要租房子，租房子租金又不一定付得起。可是如果有好几栋房子在租给人家，那表示菩提心菩萨心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不能奉献一栋两栋给需要的人呢？由此来看，学佛学大圣容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净土宗的一位祖师谭鸾大师，他有一句话对我们是很有警惕的。他说，凡夫人天诸善，人天果报，若因若果，都是颠倒，都是虚假，是故有不使功德。也就是说，我们学佛者发菩提行菩萨道了，所做的啊，可以说呢是有漏的，是掺杂这个杂毒的啊。所以说我们所做的这个，即使人天的善所得到的人天的果报，也都是呢，不论因跟果来讲，都是颠倒的，都是虚伪的。颠倒啊，因为跟法性清净无漏的法性不相应，所以颠倒。因为颠倒，所以是虚假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学佛是有这个菩提心、菩萨道，要为众生啊，因为众生来牺牲奉献的。可是呢，我们被烦恼业障所障碍住，不能如实的来发这个心，实际的去行菩萨的行，那怎么办呢？那就回向啊，回转趋向净土，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啊，净土宗也是属于大圣，因此呢也必须要有菩提心啊，菩提心。只不过是净土宗的这个菩提心啊，跟圣道们的菩提心不一样。这个就谈到自利的菩提心跟他利的菩提心了。也就是净土们的菩提心
就是愿生心，愿生极乐世界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不怕我们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力量来行菩萨道，只怕我们不成佛。哪有成佛而不说法度众生的呢？那么不怕我们不能成佛，只怕我们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是成佛的境界，是涅槃的国度，涅槃的境界。一旦往生极乐世界，不但能够成佛，而且呢能够快速的成佛。所以净土门净土宗他是大圣啊，同样以菩提心为这个根本，只是他是以愿生弥陀净土来完成这个菩提心，来成就这个菩萨道。所以我们要晓得菩提心啊，有圣道门的菩提心，有净土门的菩提心。当然菩提心在细分的话，各宗各派对菩提心的解释呢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刚刚讲菩提心，有自利的菩提心跟他利的菩提心。以圣道门来讲呢，整个都是自利的菩提心，因为是靠自己的发心，靠自己的行持啊去完成的。那么这个呢很困难啊。那么如果是净土的菩提心呢，就很容易，因为往生极乐就能够成就佛果，所以它容易。那么这个净土门的这个菩提心啊，又分为两种，也是有他力跟这个自力的菩提心。这个呢就要谈到阿弥陀佛的愿啊。我们说净宗根源，净宗就净土宗，根源根就根本，源就是来源，有根本就能有枝干啊，花叶茂盛，有了来源就能够源源不绝。那么净土宗的根源啊，根源来自于净土三经啊，因为佛教都必须以经典为依据，如果离开经典，所谓离经依据变统摩梭，就不是佛教了。那么净土三经当中啊，以无量寿经为根本经，以观无量寿经为开展，以阿弥陀经呢为结论。那怎么说无量寿经是根本经呢？因为唯有无量寿经才谈到阿弥陀佛因地宝藏菩萨的时代，为众生怎么样的经过五劫的思维规划出四十八愿的这个蓝图，又怎么样经过照宅永劫积此菩萨的无量德行，到了成佛之后就有阿弥陀佛本身，有庄严的极乐世界，也有六字红领来广度众生。这个阿弥陀佛成佛的因果以及众生往生的因果都宣说在无量寿经当中，所以无量寿经啊就是根本经。那么可说无量寿经就是在说阿弥陀的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当中啊，可以分为四十八愿可以分为三类，三种属性。
一种就是完成阿弥陀佛他本身，一种是完成极乐世界，一种是完成救度众生的功能，就是这三种。那不论是完成阿弥陀佛本身也好，完成清净的极乐世界也好，目的都是在救度众生。所以四十八愿当中，救度十方众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个愿呢，就成为他本愿当中的这个根本愿。那么这个本愿当中的根本愿有三个，这个叫做色声三愿。色取不舍的色，色的含义是现身来保护念佛的人，临终的时候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就是色。声也可以说众生，保护救助众生，使他往生极乐世界，所以生呢是众生，也涵盖往生的含义啊。色生三愿，色生三个愿是哪三个愿呢？就是四十八愿当中的第十八愿、第十九愿、第二十愿这三个愿。四十八愿，其他的愿再怎么样的殊胜，所完成的极乐世界再怎么样的清净庄严，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其他的愿所完成的阿弥陀佛本身，阿弥陀佛再怎么样是佛中之王，佛光之中的极尊啊，可是如果不能让十方众生往生的话，极乐世界的完成没有意义，阿弥陀佛的存在也没有意义，跟我们十方众生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关哦，啊，各位对不对？所以十八愿当中，十八愿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能让我们十方众生往生的这个愿，有这个愿，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才跟我们有关系，不然就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愿呢，等于是阿弥陀佛十八愿当中的这个根本愿，因为他建设极乐世界，他成就弥陀佛身，无非都是为了广度众生。那么这个三个愿，十八、十九、二十三个愿当中呢，又分为当机愿跟结缘愿。当机愿就是对机啊，对机也就是这一辈子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愿呢叫当机愿，这个当机愿就是十八愿跟十九愿。再来的话就结缘愿，也就是说已经跟阿弥陀佛结过缘，可是这一辈子种种原因他没有往生去了，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么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已经结了缘了，就不可能呢失去机会舍掉他，一定抓紧这个结缘的机会，使他至少呢下辈子或下下辈子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一种愿，这一种内容就在第二十愿，所以第二十愿叫做结缘愿。那我们呢现在所讲的这个趋向净土啊，这个资历跟他历呢，就是从十八愿跟十九愿来划分的。十八愿就是他历，十九愿就是资历。十八愿啊，十八愿怎么讲呢？我们都有一张这个参考资料啊，这个参考资料呢，一张两面，第一页就是弥陀以名号度生的经文，第二页呢是弥陀名号度生众生念佛必生，请大家看这一页。那么有关阿弥陀佛以他的名号来救度众生啊，那么众生
只要专一念佛，就百分之百必定往生。这类的这个经文或者祖师的法语是很多很多啊。那么由于大家或许初学这个法门，而且我们在这里时间呢也很简短，所以我在这里就引用十二条比较扼要的。其中第一条就是《无量寿经》，也叫做《大经》，阿弥陀佛的这个根本愿，第十八愿啊。刚刚没有讲到这个第十八愿是根本愿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了解四十八愿当中，色声三愿就十八、十九、二十，其中十八、十九是当生愿。这两个当生愿当中呢，又以第十八愿呢为它的根本啊。没有根本，就没有枝末跟花果，所以这个凡事呢，要追求它的这个根本。这个根本呢，就是第十八愿啊。那么第十八愿呢，总共有三十六个字，三十六个字。各位，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啊，好。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好，这第十八愿的愿文，总共呢汉字是三十六个字啊。如果那掉后面两句八个字为除以毁谤正法的话，其他就是二十八个字。那么它的意思呢是什么呢？他说设我得佛啊，那个时候法藏菩萨还没有成佛啊，所以呢他就用设啊，但是呢目标是为了成佛，不过呢他有一个设定，有一个约定啊，说我不成佛便罢了，如果我成佛的话呢，是要使十方众生啊，使十方众生怎么样呢？要让十方众生能够至心的信乐啊。这个信乐也可以读作信要，信乐跟信要读法不同，意义就不同，甚至呢意义呢就天差地别，这个等一下解释。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啊，他成佛的话就是要使十方众生，十方众生包含就很广了，包含圣人，包含凡夫，包含善人，包含恶人，乃至包含呢平生之机、临终之机、中阴身啊，甚至呢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都在十方众生里面。那么阿弥陀对十方众生是一视同仁，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三界六道人道的凡夫，有执着分别的凡夫来讲呢，有分别圣反善恶，可是对阿弥陀来讲呢，他毫无这一种观念，他无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啊，他对众生不管是圣者啊或凡夫都一样的看待，这就是佛心，所谓四法平等，无有高下的阶级差别观念，这个就是佛心，否则呢还不是佛啊，还是呢凡夫或者只是菩萨的阶段而已啊。至心信乐，至心就真心呐、啊，凡事要真心，没有真心那等于是虚情假意。四书中庸就有说啊，成者物之中始啊，不成无物啊，是故君子以成为贵。何况要往生极乐世界，离脱脱离这个生死轮回，乃至将来成佛，那可以不真心呢？所以凡事真心啊。那么信乐啊，就是信的意思，信要真，欲生我国
就是愿生极乐世界的意思，这个愿心也要真，乃至十念就是念佛的意思，念佛要老实的真正的念佛。那么信乐是信，欲生我国是愿，乃至十念是行啊，信愿行。那么结论来讲呢，信愿行都包含在一句南无阿弥陀当中，南无就是信跟愿啊，那么阿弥陀就是行。所以我们呢，不管知不知道信愿行的含义，乃至于有没有信愿行，可是一个人能够专一承认这些名号的话呢，信愿行的功能就在里面了啊。那么这个信啊，有信呢啊，有信的话呢就会有乐啊。那如果没有信的话呢，就乐不起来。那么这个信呢，也有自利的信跟他利的信。自利的信就只有要好药啊，他利的信才会有乐。好药就是喜欢盼望啊，可是能不能得到呢还不晓得，要看未来啊。因此呢，他信药他还没有乐。那如果读信乐的话呢，表示他已经拥有了，确定那个身份了，所以呢他没有顾虑，他可以乐了啊。那么这个第十八愿呢，它是要我们乐的，也就是说要我们相信说，我们只要呢信受弥陀的救度，愿生弥陀的净土，专称弥陀名号啊，那就必生弥陀的净土。为什么呢？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如果这样的众生不能死，他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就永不成佛，还要再修啊。那请问各位，阿弥陀成佛了没有？成佛了。那岂不是我们只要呢信愿行啊，就会怎么样？必定往生，对不对？对。否则岂不是阿弥陀的成佛没有他的功用，阿弥陀失约了，打妄语了，这有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第十八愿呢，你可以说有三个约定，三个约定，一个保证，约定我们相信他的救度，约定我们要愿生他的净土，约定我们从今之后啊，愿生他的净土就只靠这一句他的这个名号，所以就专称弥陀佛名。如果这样而不能往生，他不成佛道，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约定跟保证啊。那么这个约定似乎有条件，可是算是条件吗？也不算是条件，因为信也好愿也好，是我们一个心念啊，一个认识，相信，肯定，觉得这个是我必要的啊，然后起这个心念。所以信愿有困难吗？不困难，只差有没有理解。所以理身信明，有理解就会有这个信，就会有这个愿。那行就是念佛，随每一个人的根基啊，在不影响不改变他的情形之下去念佛，也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何缘何种根基，就依他的根基去念佛。他一天能念多少啊，那就念多少。他念佛的心境是清净心还是呢有杂乱心都无妨啊，因为只要他有信有愿有行，阿弥陀就知道了，阿弥陀现身就保护他，临终就接引他，这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根本的这个愿的这个保证啊。那么这个信啊，这个信，我们净土宗宗旨有四句话
第一句就信受弥陀救度，信是信什么啊？信什么啊？当然以五蕴大师的弥陀要解啊，一开始就说啊，有六种信：信智、信他啊、信因、信果、信智、信他、信事、信理啊。那么这一些信呢，理解都不容易，何况信得来啊？其实这个信很简单啊，就信受，相信不怀疑，接受不排拒，相信弥陀的救度，不怀疑他。难道真的有一位阿弥陀佛吗？那极乐世界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哪有一个极乐世界呢？如果这样怀疑的话，那就不是信了啊。那虽然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存在啊，可是不了解极乐世界就我们的，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发愿，为我们修行，为我们所建设的，他的所有权状、使用权状都是登记我们的名字啊，所以极乐世界是我们的。阿弥陀佛的存在是无条件的、主动平等的、无差别的，要救度我啊！如果不能了解这一点的话，啊，当然也不会去接受啊。那如果相信了，啊，不排拒，接受他，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信，信受弥陀救度。那弥陀的救度是现成的，他说现在是不是未来世？那么信受弥陀救度的话，就肯定怎么样呢？必定往生极乐世界，对不对？对。那一个必定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他还会再轮回吗？不会。那不会轮回，就没有轮回之苦，啊，就会有脱离轮回之乐，啊，就会有希望这个乐，所以叫信乐啊。那么欲生我国，在阿弥陀佛的立场来讲，他呼唤我们往生他的极乐世界，所以说欲生我国。在我们的立场的话，就愿生彼国。所以净土法门、净土宗在讲什么？在讲阿弥陀的呼唤。阿弥陀的呼唤是阿弥陀佛发愿修行成佛的目的，他呼唤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从十劫以来就开始一直呼唤到现在，不，从造宅永劫他发愿修行的时候就已经继续在开始呼唤了，啊，呼唤到现在，从这个极乐世界啊呼唤到我们娑婆世界，台湾省啊桃园县中立圆光佛学院的视听教室，一直呼唤到这里。阿弥陀呼唤我们的声音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呼唤我们的声音是浩浩荡荡存在宇宙当中，遍充每一个角落。各位，阿弥陀佛呼唤我们听到了没？听到了。如果听到的话，等同被救到了啊。听进一步就是闻啊，闻的内涵呢就是信。如果闻而不相信的话，那么这个闻呢就所谓闻不具足啊。那闻具足完整的闻的话，他就会相信啊。所以我们听闻到阿弥陀的呼唤，我们就涵盖着相信阿弥陀佛的救度，这样的话就已经获得了阿弥陀佛的救度了啊。所以这一个愿呢也有两个含义，有自利跟他利。自利就是愿望啊，愿望就自愿啊，我自愿将来成佛，我自愿将来成总统，我自愿将来成科学家、哲学家啊，就自愿。但是现在就已经确定能够成为这个总统、科学家什么家的吗？还不一定，因为必须要经过时间，也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如果自己努力不够，或者资质
啊，不是这样的资质，同时中间有退转的话，那么这个愿就成为空愿啊。所以这个自利的愿是不确定性的，不能带来这个乐啊。那么再一种就他利的这个愿，他利的愿就是什么呢？愿意，愿意啊！阿弥陀要救我们，要救我们，对不对？要救我们，你答不答应？答应。愿不愿意？愿意。啊，所以心愿行这个愿，如果愿望、愿求，这个是自利。如果愿意啊，接受这个就是他力啊。所以阿弥陀佛呼唤我们，现在已经十劫了，我们从来都没有答应过，都没有点头啊。所以阿弥陀在等待我们心中愿意，口中答应。那信也好，愿也好，显现在哪里呢？显现在句那么阿弥陀佛，今后我们就专一的称念这一句那么阿弥陀佛，这样的话就跟阿弥陀佛的愿呢感应道交，愿念相应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圣众之一了，就不是娑婆轮回的凡夫了啊。所以印光大师有一句话说，果能生死心切，信得己，不生一念疑惑之心啊，已非娑婆之酒色，即是极乐之嘉宾啊。也就是说，生死心切，有出离心，有出离心，要想解脱啊。然后呢，对弥陀的救度没有怀疑，这样的话呢，就必定往生。这样的话呢，就不是轮回的众生，就已经是极乐世界圣众之一了啊。刚刚讲，我们极乐世界也是菩提心，只是僧道们来讲是称为愿生心。那假设有人念佛愿生极乐世界，他没有这个菩提心的内涵啊，他呢只是想逃避也好，逃避到极乐世界，或者是呢享乐也好，认为极乐世界是极乐，所以到极乐去享乐啊，他根本都没有这个菩提心啊。那这样也可以，只要你能往生的话，自自然然就有菩提心，就会成我，就会广度众生。所以往生论著就是说，就说了这个极乐世界啊，以它的这个广大的量来引起众生啊广大的心量而发菩提心。这一个比喻就是，地面上不管长江、黄河或其他的溪水啊，清净的、污浊的，一旦它到了大海的话，就会跟大海一样的啊，一样的味道啊。那么我们众生当然根基是千差万别的，只要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都会发菩提心，将来会成佛道，会广度十方众生的。所以我们净土宗宗旨就是信受弥陀救度，专称弥陀佛名，愿生弥陀净土，广度十方众生。这个就是第十八愿的内涵啊。那么阿弥陀已经成佛，所以第十八愿已经成就了，乃至其他的愿也都已经成就了。那么成就的内涵啊，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也都有说啊，有说。那么成就内涵的经文叫做成就文，所以十八愿每一愿每一愿几乎也都有它的成就文。当然第十番这个根本愿呢也有它的成就文，它成就在哪里呢？请看这个讲稿第二条啊，第二条大经第十番成就文，我们一起来念啊。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好，这第十八的成就总共呢有40个字啊，比第十八愿还多4个字。他有进一步的解释，可以说文字上呢都几乎相同，而且内涵也都两两相对啊。这里所说的诸有众生，第十八愿是讲十方众生，十方众生范围比较广啊，也就是说十法界当中的9法界啊，也就是3圣6凡都能涵盖在十方众生当中。那么如果以诸有众生来讲的话呢，就是指3界6道轮回的众生啊。那表示呢阿弥陀佛啊，虽然圣凡都要接引救度，但是以凡夫为本啊，所谓本为凡夫，兼为圣人。诸有众生闻其名号，听到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救度我们的名号，信心欢喜。第十八愿说自心信乐，所以这个乐到了成就就欢喜了啊。乃至一念，第十八愿说乃至一念，乃至十念啊。这里说乃至一念，这乃至十念乃至一念意义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乃至一念乃至十念，因为有乃至，所以涵盖呢长短，涵盖多少啊，也就是说乃至临终，临终要断气了，他十念念佛啊就断气了，那么他就往生。那乃至到了一念的时候才听到这个法门啊，他起一念的当下他就断气了，那也照样往生。以这个临终的根基的乃至十念乃至一念来显示我们在座各位是平生，不是临终。那么在座各位现在就愿意接受弥陀的救度啊，就开始专称弥陀的佛名，那更加能够往生啊。乃至临终的十念一念都能够往生的，何况乃至平生的根基呢啊。所以乃至一念乃至十念来显示任何众生啊，任何众生都能够往生。那么乃至一念的自心回向愿生彼国，这里的自心回向啊跟愿生彼国意义呢是一样的啊。一念的自心回向愿生彼国啊，那么这一种心念是一个心念同时并起的，但是在解说上呢，在文字的呈现上呢，就有前后有次序，先说乃至一念，然后说自心回向，然后说愿生彼国。其实是一念的内涵就是回转趋向愿生极乐世界，那这样的话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当下就获得往生极乐世界，而且当下呢就不退转了。这个不退转跟圣道门的不退转是不一样的意义，净土宗又称为特别的法门，因此呢它的解释也跟圣道门呢通途的法门呢有所不一样。通途圣道门的法门的不退转啊，不退转有几种不退转？有三种啊，有三种，所谓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进入实住就是位不退啦，不可能退回这个声闻缘觉啊，自求解脱的声闻这个焦芽败种啊。然后呢到了思维相就行不退啊，菩萨之行永不退转了。那么进入第七地的话就念不退，所谓起心动念都跟真理自自然然的相符应啊。那么我们净土门净土宗的不退转
是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退转你成佛，也就是说一旦往生极乐世界都一生不处，不可能从一生不处退转下来的，所以这个不退转跟生道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乃至一念就即得往生，那我们呢不是临终之机，可是呢我们这一念愿生的心都坚定不变，表示我们现在呢也获得了往生的身份，所以说是极乐世界的圣众，已经不是娑婆世界的凡夫。可是我们现在肉体还在娑婆，我们的内心还有五柄贪嗔痴，那这样能算是不退转的菩萨吗？这是指身份来讲的，所谓凡夫菩萨格，虽然是凡夫，可是你的身份是菩萨，是菩萨。所以印光大师有一句形容得很好，形容他说哈，能于此法深生信心，则虽具腐凡夫其种性已超二圣之上，欲如太子堕地跪压群臣。意思就是说，对这个法能够升起正信不怀疑，那已经呢不是凡夫了，他的身份位格超越二圣，超越二圣，超越声闻缘觉，那超越二圣就大圣了，大圣，他的种性就大圣。用一个比喻，就太子堕地归压群臣，这个太子一出生下来，一出生下来，他的这个身份阶位高贵，就胜过宰相、王公大臣，为什么？他将来的这个国王，尽管他还没有成人，还没有学问，还没有人格，对国家也毫无贡献，可是他的身份就是这个样子，那尽管我们还有烦恼，佛的功能一点都展现不出来，可是呢，我们的身份就是极乐世界的身份。这就像什么呢？譬如说移民，以加拿大或澳洲、纽西兰、美国来讲的话，移民它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合乎它的条件，譬如说要存款多少，或者是要什么样的身份，一般都是以存款作为条件比较多，我们有了那个存款，甚至到当地呢也置产买房子，有了产业，可是呢我们还没有移民过去，可是手续已经办好了，也已经签证通过了，那岂不是呢我们就是那一个国家的国民之一了，只差我们呢还没有起身前往，那么极乐世界的移民去入极乐世界的净土，它的条件就是等待我们愿意接受，可以说没有条件，有条件的话就是你不要怀疑，然后呢此后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这样而已，那这样的话呢就被录取了，就是极乐世界的身份了，只差我们这个业报身还在娑婆世界，等到我们娑婆业缘一尽，我们就立刻到了那里，就起身启程到那里，那我们到其他国家都要坐飞机自己去，可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呢不用自己去，是阿弥陀佛亲自率领清净大海众浩浩荡荡的来迎接我们，主动的来迎接我们，所以说极得往生，极得往生，这个叫平生业成，平生往生之大业已经成就了，而且呢住不退转，现在已经是不退转菩萨的身份了，就像阿罗汉所说的，说我生已尽，万行已立，
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不再生死轮回了。所以这个色声当愿当中，第十八愿是根本愿，也是他力的菩提心，是阿弥陀佛的力量，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力、愿力、功德力，他把这句名号回向给我们，看我们相不相信，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称念，这个叫做他力的菩提心，我们接受，然后念佛，将来就必定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呢，不必回转趋向，这个是愿。第十八愿虽然有说自心回向啊，但这个自心回向跟自力的这个累积自己的功德来这个回转趋向完全不一样的。自力的菩提心必须要有功德，也就是说必须要行这个六度万行，它才能够有东西回向，不然的话就不能啊。所以讲到这一点呢，就有回向跟愿这个不同的啊。愿一般的愿来讲呢，也包含回向啊，同时呢也单独独立，也就是说在这个水草慧远大师所写的《大圣一章》第九章里面就说：“执而希求，名之为愿；狭善曲彼，说为回向。”啊，也就是说，直接前往，啊，这个就是愿。那么这一个直接前往的愿呢，当然刚刚讲有自力有他力，自力就是一种自愿，自己去追求，能不能还未确定。那么愿意啊，直接愿意接受，那就是我们的了。那么对于净土法门的愿呢，就是直而希求啊，而且是呢直接前往的，自他力不是自力的啊。那么狭善曲彼，就是明显的自意的回向，没有东西啊，没有功德，你怎么能够回向给对方呢？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接受弥陀对我们的回向，所以这个净土门的这个回向呢，就是善导大师所讲的但是回心决定向，是回心向着极乐，一切回心向安乐，这是善导大师所讲的，我们是回转这个心向着极乐世界，不是回转我们所修的功德趋向于极乐世界，或趋向于将来的这个菩提啊，不是这样的。所以第十八这里所说的自心回向愿生彼国，是愿的一种回转啊，回转愿意接受弥陀的救度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节呢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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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